除了这个好好先生之外呢，你还演戏嘛？但是呢，其实大家对你印象最深刻，应该是你自己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你在金钟奖拿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我看到那影片，看到你一开始宣布的时候，你好像是整个呆坐在那边，完全不知所措。我那天才在一个视频人家传的，传到我 FB 里面给我看，哎，我说怎么还有这个视频，好厉害，找到，然后就看了一下，当天没错，我是坐在那个观众席那边，然后后面小燕姐、碰狗，然后还有曹启泰，还有一起入围的飞哥，他跟小哥在舞台上颁奖，对，然后小哥就得奖的是金赏得奖人张燕婷、罗宇雄这样，我还坐在那边。罗宇雄是你吗？没有，那时候我有改名啊，对啊，然后小燕姐坐后面，拍我肩膀，你我，然后全部眼光，因为我从下面看到，全部在看我，我吓一跳，我。你那一刹那没有听到声音是宣布你的名字吗？因为我在想，我不可能嘛，有小燕姐，有飞哥，有碰狗，这些都是身经百战这么棒的主持人，我怎么有可能会轮到我们？对呀、我们有入围已经算是很大的恩典了，还得奖，所以那一次真的我被吓到，那当然就上去就领奖，我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东西，因为完全没有准备。所以那是你第一次主持综艺节目？也不算第一次，但是就是说那个节目我的做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也是这个单位三顾茅庐来找我主持嘛。那其实我本业是歌手，那主持这一块其实我比较没办法胜任。那他们就没有真的，他们就很诚意，然后我就想说，好，就跟他学习一下，然后我就跟小哥，我们两个就其实他会分配一点东西给我，我们就是一起互相，就做了那个节目，那也说真的，那个节目能够得奖是拜小哥所赐啊，因为我相信评审老师他们应该是很喜欢小哥，然后顺便因为我跟他一起主持，所以讲个。不过同一年入围的是有这个龙兄虎弟，就是飞哥跟小哥一起主持的，但是得奖的是你跟小哥一起主持的，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结果，应该评审的眼光跟他的心中的决定，就是很明显的是肯定你的实力。我不知道，这个我这运气好吧。运气好，就刚好可能比如说十个评审有超过半数的评审认为我们这个结合这个搭档是还可以被接受的吧。你好像那时候受访的时候讲过说，就是从费玉清小哥身上学到了老二哲学，觉得从他身上学到的是什么样的老二哲学？其实小哥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早期在秀场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艺人朋友他会希望我要装当主秀，那当主秀你就是必须要扛票房嘛。那像小哥其实他一直有当主秀的这个地位，但他还是不要，他拿的钱也你不要给我主秀的钱，但是他又比主秀可能就少一点点这样子，然后他就你不管帮他排在前面唱也好，中间唱也好，最后唱都好，他就不争不求，那他这样子他就可以去跑场，对，他就赚的比主秀还多，他就不会去争这个排位，那包含他后期在这个荧光幕上他主持也好，他也都是一直老二哲学啊，所以你看他老二做到他现在已经变大老二了。对啊，很厉害，他虽然不是说老大，但是他至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很厉害啊，我觉得，所以我一直想要跟他学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大牛哥 Daniel 罗时丰就是一个很谦虚，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一定是最一定要强出风头的？没有，我像我这一次有一首歌里面有广东词，一开始我就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
身边的你们我最珍惜，也许我不是最好，但是我一定努力。这也是我的心声啊。其实说真的，再放眼看下去，演艺圈会唱歌的朋友太多太多了。那我们当然老天赋予我们一个还可以唱唱歌的喉咙，对。但其实那还是要有很大很多很多的运气，所以我们这当然努力也很必须啦。但运气也是很重要。在你出道15年之后，你拿到了一个，应该是你觉得是真的是肯定自己的奖项，就是金曲奖。哦，当时拿到这个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那时候的心情是不是跟拿到金钟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也吓一跳，因为其实金曲奖已经28届了，28届其实照来讲来算起来，我应该是从第一届我就可以开始报名啊，然后甚至搞不好都有机会拿奖，但我之前就是没有报名啊，唱片公司也没有报，那时候都怕有魔咒，你知道吗？很多都就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得了就不红，得了奖以后，然后就这个人就不见了，好多个哎，啊就哎呦，那都我们后来我在就是2000年之前我完全没有报过名，所以那是你第一次报名，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报名，就第一次然后就入围，然后就得奖，我自己也是哇，受宠若惊，我也吓一跳，哇，怎么有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个福报，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第一次报名，然后就入围，然后就得奖，而且那一次是集结方言，方言是有其他的语种的朋友都很棒的一些音乐人都集结在里面，我竟然可以得奖，这真的是，你看这福报多大。啊，然后后来还好，我就是末代的方言男演唱人，然后后来就变成啊有分语言语种，但或许有一些人觉得，那音乐哪有用语种来分的啦？但是在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台湾的音乐的这个奖项其实没有，就是说那个没有那么多，啊，音乐的风格的比例上没那么多，所以用这种语言来分的话，啊，真的很多，包含台语的、客语的、原住民语，细项分了以后，哎，创造了好多好多很棒的音乐人出来，就是很多元的一个环境。对对对对，是。所以那次我看到个简报资料，上面说你得了这座金曲奖，你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就。基本上就会比较觉得是 OK 一点，因为主持所以说真的不是我的强项。哎，唱歌拿到奖哎还 OK， 对啊，至少哎我也这个是我强项里面得到的这个奖项。所以是不是其实，在那一年的之前哦，有一段时间是你比较沉寂的，大概2年多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有这座奖的肯定，可以让你走出很多的阴霾。你觉得那时候心情是不是大概是这样？我那时候就是得过奖以后，大概也在出了2张的这个专辑之后，后来又换了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因为换了一个唱片公司，他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就稍微有拖了时间，他拖了2年多，快3年的时间没有出片。那我出道到我目前现在，基本上我就是一个歌坛公务员，每年固定都会出一张专辑，哇。2年半没有出，我那个心里的那个恐慌压力啊，对啊，就开始起来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阵子就是恐慌之下，曾经有想要从政吗？因为之前我们记得你以前是这个模仿李登辉前总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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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事，那个只是那一天跟记者朋友在聊天，聊到啊，你有没有想从政？我说。哎呦，我曾经跟我老婆开玩笑说，哎，我来从政好不好？我老婆说好啊，你去啊，我就跟你离婚了。那是开玩笑，完全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没想到写出来说我要去从政，没这回事。所以我们要不能以讹传讹。没这回事。不过那时候你在模仿李前总统的时候是非常成功的，那时候都没有人劝进说，哎，大牛你来选一下这个民意代表。没，倒没有，对，就是。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秀场文化啊，大家就很好玩，因为秀场比较没有禁忌嘛，啊，对啊，
主持人就说：“哎，你长得好像李前总统啊！”我像李前总统，因为你下巴很长啊，哦，来模仿一下啊！模仿我哪会？那我印象当中就有看过一些长辈，他有模仿过玩过这样，我就在台上玩，哎，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后来就也是很多主持人都有看到，就我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会希望我来玩一下。那艺人就是这样，每一次在舞台上都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朋友欢乐嘛，快乐嘛，我们都希望能够哇讨好所有的观众朋友，让他们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在台上搞笑啊什么之类的。我说五十而知天命，嗯，罗时丰罗大哥，你觉得你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样一个更高的期许？我这一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深夜面瘫》，是易家扬老师帮我填的词哦。那它里面有一段词，我真的当初看到的时候，哇，非常的打动我。他说：“深夜的面瘫，记忆配心酸，喝了半醉的夜晚，过了半座山，还有半座山，好多问题没答案。其实我已经算过了半座山。如果人生活到80岁的话，我已经过了半座山多一点点，我还有后面的半座山，真的是还没有很。”我没有答案呢，对，所以我就努力了，认真，然后有梦想我就去追求，有机会我就好好把握。那其他部分就是，守时安分啊，顺时听天，老天爷应该都会有很好、很美妙的安排。的确，大牛哥从一开始16、17岁登上舞台，一直到现在32年了。其实从一开始的刚出道的这个小毛头，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是中古男人了，但是能散发出很多的魅力。正流行啊，中古男人。我们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同时呢，希望你可以赶快你的愿望可以都实现。好，谢谢。我们大家共勉之啊，就是我这半百男人还有这个梦想想要去追求啊，那也希望很多年轻朋友，哎，同样的你有梦想，我们一样勇往直前，希望每天都能够超越昨天，努力向前。对，谢谢 Daniel， 谢谢。